为法师，有为同学，真济。听我念三皈依，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愿照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众尊，皈依精舍，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愿照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众尊，皈依精舍，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愿照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众尊，皈依精舍，诸众众尊。那看大经佛祖第510页，510页。不生第五行，第二句，你内面有讲到，你教祖判的第十字心，十字心呢？那么对佛学大师典，甲伊揭露落来。我大家做参考，咱来跟著概念一遍啦，比较较长。一部心，这是名所，处丁言中之教相判色。因缘中就是密宗，人家叫东密，日本的，日本的密宗嘛是唐朝时阵对中国传过去的，对。名词虽然本有大日经十善品，以及大日经说，经说是大日经的注解，也是本有菩提心论、色摩诃言论。自己本身呢，最可称为日本文化大师之独创。哦，其本具在方法之十字心论，其必中不弱。这内面更加详细。十种，第一种，以性以用心，以性的是凡夫，六道自性，自性的是胎乱湿化，这四种无共的心态，共以之性。即如所谓根性呀，啊，以性甲根性的意思是同款。以阳是刚的阳，
油的性啊乱，除了求水草念音乐以外呢，以非所知，油确实未晓如此。静心的内面非常无趣，伊跟阿知影食，只知影音乐，别项伊拢唔知影。你用伊来做比喻，凡夫无趣暗昧，不解世理，醉生梦死，为道恶人，无信无德，都嘛属于这类的。啊，以生利用心，是伫咧人类当中，伊个无知无知啊，甲利用是啊相似个啊，功不可灭有啊，这个教化之来，以该为啊可尽，以利心之阶段。来列入这地，来由这个向上提升，就是第二，如同持在心，如同呢，如迷的童子，童子就是囡仔，还未成年，持在就是七八关斋戒。恶者为始终为恶，未来分有外缘所有，也受五界、十界定作仙，用好灵机，立地定地者是啊，人生之教，如如高定，该立有其中。这个是第二种。一类，比头前的一类好足多个咯。头前啊，完全是无知，善恶咧拢嘛未当辨别，唔知善恶。那第二类就会当分别善恶，恶以为始终啊为恶，这句话啊真重要。哦，咱啊都有做恶多端的人，哎呀，原谅伊啊，爱原谅伊，唔通甲伊计较。因为什么做恶？大心甲外缘，内面啊。烦恼真重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自私自利的心非常重。外面是无看到好的榜样，把看到拢是不善，所以啊，真正容易和境界的诱惑。啊，伊若拄到善，伊嘛会当向善，卖学善。所以啊，伊啊，阁是修无界十善啊，定作善，一个转变就真正不容易咯。啊，虽然讲不容易，真正转会过来也未少。这是我六年前啊，伫这个门底啊做实验的，2005年的寒天十一月，2006、2007、2008，咱做3年实验，伫汤池小镇，啊，汤池小镇的居民，跟一般小镇差不多。用心成立了后，伫遐展开教学，大概3个月时间，
当地居民的良心啊，都发现了。所以讲，证明人是有良心的。只是伊未了，伊唔知。那有人家对发现，良心现前，就真歹势，搁去做歹代志。那非常明显啊！我看到真正奇怪咯。中国的传统的教育，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干掉已经200年咯。近100年，还阁有人伫咧讲啊，无人做。那后面的100年就是清朝亡国，英国啊，成立了后这100年，讲的人就拢无了。啊，所以那是讲到中国传统文化，感觉非常的兴奋。啊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这个实验成功，让我得到这个两句话结论：第一个，人性本善；三二经顶面所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是会当相信，伊会回头。你咧证明讲人是真好教，这互你想袂到的，就是讲无人教伊啊。那有人教，真正唔是困难的代志。那统计啊，这个实验，我想到这项代志是可能的。那就是讲，那是真正有好的教学，全世界人民，现在拢是买迄颠倒，拢无人教。那有好的老师来教，我相信，半年到一年，至少有1/3的人会感悟，1/3的人感悟。会当大动整个社会，啊，这是长期实验嘛？这个甲咱啊带来启示啊，甲咱带来这个信心。啊，要安怎教呢？国家会当培养一批老师，专门教伦理、讲道德。人数唔免多，50-60个人就有够了。国家的电视台呢，会当给阮一个频道，或者系老师逐天去讲，逐天去教，用电视，也是专门的频道。24小时打开都会听到，但我相信讲半年啊，今年社会是完全都会改变。但有一挂人在咧讲，有啥物人创电视这媒体，因讲啊，伦理道德这物件人无想要看，无人要看。啊，无人敢实验去做这款代志。啊，侪年来，咱嘛做这实验，但蔡琼技术创一个华为卫星电视台，这个电视台内面几乎嘛拢总拢是包括钢筋的这些光碟啊。只是伫咧钢筋的当中啊，
有啊，穿插伊即个银行的校服的即个服务啊，穿插即个物件，这都是有人会寄钱互伊。但是我感觉讲即个银行的校服的存款的服务的出现的次数真多。我感觉每天出现两摆啊，都有够咯，一过三摆，唔通超过三摆。因为定出现，因为太急咯，啊，都那像要甲人讨钱共款，啊，真正挺受看咧。伊啊，对出现频率太多，会去反感。我看到都买起反感，人动初心，心动初理啊！一天会出现着三遍啊，做三摆，我感觉着真好咯。啊，咱拢对伊个赞叹。真正发心捐钱互你，一两摆会用哩，人会真留心，甲伊啊移落来。这个电视台维持十年咯，2003年元旦开播，啊，到今年2013年元旦拄啊好十年，这2013年是11年，伊啊经营个袂歹啊。那会知影讲袂歹呢？我有当时啊，即个国外活动也上钱好无？你著说明讲伊啊，经营啊袂歹，那经营有困难，伊著袂上钱来帮助我。我伫国外即个活动呢，啊，大概一摆大型的活动呢。需要一个美金6万啊，到10万的款，已经慷慨啊！啊，我对这地嘛得到的信心，这个世界上还佫有真多善心人士，真爱看伦理道德的这个啊善言啊善行的节目。唔是完全是看这个杀头银梦，啊，有一部分的人，啊，讲的人真多，讲的内容啊真丰富，有50-60个人出来讲，每天不断来讲，每日不断来讲，因为24小时袂当停止的，地球上的这个时区无同。咱这个暗时美国是日时啊，啊，伊伫哩无时间收看，拢嘛真方便，为全世界播送。那叫家己的国家，啊，叫全世界咯。这个代志啊，是应该要去做的。啊，这个代志的缘起呢，是早年跟东美老师甲我讲，迄个时阵也过是黑白电视，彩色也无。啊，老师因兜有一台电视机，指着电视机甲我讲，伊讲这个物件，唔通看伊无起咯。伊会当灭亡一个国家，嘛会当兴旺一个国家。但伊无善恶，伊是中立，完全看主持节目的人。家家户户拢在看，家家户户拢嘛是伊的学生。大概是咩？
啊，伊个拢是负面的，伊完全有态咯。该是正面的，拢总有好。所以君子食切，君灭食黑的。老师咧讲，这是方法理性的好工具咯。你还知影？伊个时阵讲，我有听到。知影咯，不过这个物件用钱是太厉害，用秒算的。我哪里有这个力量？我一生拢来去甲人化缘啊，讲袂出嘴的啊。做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啊。所以我袂去做这代志。我一生就惊这个代志。三年无道场，曾经是四界去租厝的，借所在，所以常常搬厝。啊，大概一个所在讲两三个月就要搬厝，人的厝要卖了。我都袂当去用，三年的钢筋啊，未少年纪这种日子，我会记得那像是二十年咯。我十三、十三岁出来钢筋，四十三、五十三叫华中图书馆，二十年华中图书馆成立，是我钢筋二十年。真正无容易啊！啊，华中图书馆是听众多去建立，别人无我讲啊，唔做好阮讲，即系听众讲，阮大家都有钱买一个讲堂。是安尼先来啊，但是倒去来，就是经历这个工程，这个工程五十平，也无真大。这是我有一个固定的钢筋道场，太细了，一地袂当大。所以我也是住伫个韩馆长因家，我伫因家住十七年。那我们这个小道场林顶也旺起来了，出家嘛有二三十个了。我这搬去图书馆去住，去图书馆个每几落个单位啊。总面积那就是250平，总面积。啊，即内面有宿舍，有教室，有一点啊小规模咯。啊，这就是我将来无咧化缘。为个人偷钱，拄着一项代志咯。难过都结婚。因为会长是东北人，啊，韩馆长当中，因真熟。啊，迄年是1982年，因伫洛杉矶办一个活动，
是世界难过杜德辉，那像是第三摆委员代表大会，二六三基调开。韩馆长听到这消息，问我：你恐怕去过，有想要去美国去看卖？有这机会，万国杜德辉请我去做顾问，伊替我办出国的手续，做办护照。我是去佚佗，去开眼界啊，去佚佗的啊。参加这个团体去美国，伊啊真奇怪，咱亲像五六十个人，这团也未小。迄个时阵伫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办签证。我拢唔知影，从来唔捌出国啊，也无摕过护照。护照摕来时阵，导游啊，旅行团包办。导游甲韩馆长讲，真奇怪，那是大使馆啊，互你甲法师进两个人护照无同，我讲安怎无同呢？拍开一个看，拢是无同啊。伊讲，伊和你是五年多次签证，所有人的签证拢嘛是三个月一摆。为什么和恁两个人是五年多次的签证？阮一个看才发现真正，就是迄行时间无同。阮参加提。你这个护照，大使馆的人是会问话，问阮去美国要去做什么？我讲去开会，去偌久呢？我讲半个月，安就无了，就完了。伊要护你，迄是伊要护你，阮甲伊啊无丝毫的关系。就是安尼先。阮就去美国了，但过真正咧两礼拜就转来，但是咧礼拜出国，伫洛杉矶啊，这个旧金山遇到阮这个大专讲座同学，遇到十几个，对啊，信息真紧啊，都。传播美国、加拿大，这个同学非常欢喜啊，我拢珍惜，就邀请我去美国去讲经弘法，这个门户就是安尼拍开。以后就统计咧，伫美国、加拿大300外学生啊。所以我伫美国每年都爱去一拜到两拜，巡回讲演，每一个所在大概都是一礼拜到十天。美国的十大城市，布加伦哥华，十一个所在都是固定了，逐年拢都爱去啊。到美国演就是安尼来。真就是三年，一个办公室。五年同学就给我建议，你大概来，常常来，最好去提一个营救孤流。
你唔免讲，大概拢爱去创签证。啊，我着试看卖，迄时阵韩冠俊后生伫美国读书，结婚咯。那是只后生呢，离婚你去试试，会沙漠地带。所以我伫沙漠嘛住三个月，我都去睇咯。伊达拉斯睇着，因为我去的这个十二个同学，就是阮同修，有种学会同修十个人，连我甲韩馆长，阮总共十二个人，伊啊。移民局大概是用十几块每一个表格都底下来填，阮无找律师，填了后呢，发好一个证件，去窗仔口去叫啊，去送件。送件的人看到阮这个资料，看到我的这个证件。伊毋知要安怎办，因为看到出家人，那像伊从来都毋捌有出家人办过这代志，有头一摆拄着出家人，伊无办法，有些伊隔壁的啊，隔壁大概是租亲的，伊啊请教，看了嘛是无办法，最后只好报去因登记。也是个组长什么主管因的，甲伊找来一个看，伊讲啊，因这个证件无伫这个六种的移民条例伊内面，啊，因这个马上就会当甲办咯，我一个号码，伊楼顶去宣誓，我就去咯，对入去移民厅到。出来呢啊，是半点钟了呢，阮也卡睇着。那比台湾不好靠，搁较简单啦，搁较容易啊。实际上办事十分钟，二十分钟是排队，先上加排队，用十分钟。去楼顶去排队办手续十分钟，排队十分钟，实际上办代志十分钟了呢。那三十分钟就办好了，这个跟美国有缘啦。但以后我听到有真侪人，我伫遐七八年拢摕无，我讲这是安怎呢？我是安怎一个去都摕到？因得去找律师，阮遐有一个同学用20多万请律师费，啊，拢嘛无摕到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和我讲缘分啦、啊，大概啊，跟美国有这缘分。这甘肃啊，变化不断。啊，有福的人真正相信讲有缘分。有些达拉斯有些朋友蔡文雄。啊！伊伫个美国，啊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办签证，就拄着过即款代志。伊是老母伫国外是破病啊，光天去看因老母啊，伫办签证的时阵，伊啊。排队，那边窗仔口人较少，移民官啊，都该一手啊，伊就去隔壁去啊，你去都该办咯。啊，伊第二天抓只朋友去，伊讲这个人也袂歹，昨昏啊，甲我真熟，结果呢，伊就。
无要插伊，那就根本无熟悉。那为什么头一工是老母的代志？但是有点好心，伊啊真客气，对你真好，对你讲得袂吝啬咯。完全是新婚的款啊，甲伊打招呼拢无必插伊。但是呢，这来对是有缘啊。甲你有缘，甲你的朋友无缘啊。你袂去嘛袂用呢，伊嘛袂插你。阿言，时时刻刻拢嘛伫咧变化。心嘛是时时刻刻伫咧变化，异性之缘啊，这是啊，真无耻啊，无德行的众生，伊也毋捌输。啊，可能教导嘛是啊，非常困难，太假啦。为什么？伊未接受啊，尤其是圣贤教诲，必须得爱啊，互伊看到榜样。时间啊久，伊啊才回头。啊，所以当时分手。慢慢转变，啊，言行识的啊，尽量以教，尽量也失去信心，信心坚固是无容易。什么是信心坚固？有着财色啊、名利，也不动摇，也坚持到底，这个较困难。啊，即卖社会啊，诱惑的力量太大咯，我嘛是负面的诱惑，伊毋是正面的。啊，小明小利无在乎，也可以当不动心。小明好利是要安怎？不动心太难咯。我也捌拄着啊，辩解咯，我嘛会当原谅伊啊啊，为什么？你多跌到死半路恶的啊，伊啊，毋是对根本恶的。中国的国民。对这个教学是非常重视，啊，个军的教育一定都是爱对出世到三岁这三年，老母啊，全部精神拢啊伫个身上，哎呀，鼓励，所有一切不善的，唔可以看到。唔可以听到，唔可以接触到，把囡仔顾好。囡仔会当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拢总是正面。啊，父母若有什款意见呢？啊，心内无欢喜，然后囡仔看。啊！伫囡仔面前嘛是假讲真好气，啊那无有学派，啊可怜的面面即道理啊，父母伫咧顾呀，所有大人伫囡仔面前都嘛是规规矩矩，袂用咧放逸个呀。
啊，因为你的估计、你的言行会影响伊啊。伊虽然很那像唔捌书，伊是非常捌书，非常聪明。伊拢嘛咧学习，伊未讲话尔，未晓行路，已经咧学习。啊，富贵的人家啊，伫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家。因为教学啊，都会不较早，有新的时阵，我知啊，他已教，伊那阿未出世，伊老母的巴肚内底，老母的啊，经书会影响，老母的言行就会影响。所以啊，老母的起心动念，人物做作，拢得爱端正。为什么会影响囡仔？囡仔十个月，伫腹肚内底，感受母亲的正气啊。但是后来，原装，听话啊，真好教。啊，这种教学的理念，外国人根本就无啊。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尔。啊，所以中国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，不是讲无道理的。遇到大灾大难。拼命都拢袂去辩解，啊，这就是中国古谚语所讲的“三下看八十”，三下养成的这个根性，一生啊都嘛会改变。啊，中国这个族群为什么会当绵延到现在，也无灭亡？世界上最大古文明，在拢消失去了，只有中国还佫存在，什么原因？中国啊，对于儿女的教育是主要原因。的家教，这个话呢，是澳洲南昆大学教务长我讲，伊讲以前以前，澳洲人做一个研究，一看专家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中国哪会当过存在呢？结论呢？可能就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。这个结论正确，一点也无错。啊，所以中国以礼记来对，阿记有讲得真清楚，建国君民，道下为先。那写在礼记来对，建立这个政权，这个国家。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上重要？教学上重要。
你若甲人教好咯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代志拢会解决咯。因啊社会动乱，也因素虽然讲真复杂、真多，其实总的来讲，就是教歹咯。遐人教歹咯呢，也是教歹啊，也样教歹啊。流行歌曲教歹啦，那伫近代佫加着网络教歹，啊，也就是讲国家无咧教，家庭嘛无咧教，所有一切人民男女啊都小。我韩国也隆重地接受电视的教育，接受网络的教育。电视网络内容是什么？大家知影？就是社会敢袂乱呢？冲突敢会无呢？啊，所有的冲突灾难都嘛是卡出来，这个世界上也是真多，我附近的就一间尔。你有这个冰岛？那会当够加几个频道，用多种语言来教学，中国也有56个民族，哇，相信有几落百种的语言，方言呢？哇，住在澳洲，澳洲多伦巴这个小城。有人10万人，有100多种无同语言，也就说明讲对全世界各地移民去的，对在外族群100多种语言，我相信讲中国语言有几落百种。啊，无同的语言来讲呢？大家听起来方便亲切，啊，国家培养这老师比什么较重要？如果以来对这代志疏忽了。才会有今仔日的这种的结果啊！啊，同计咱这当地的时间，啊，信心增强咯，真正肯做，在真短时间会收到真好的效果。啊，第三种。因同无疑心，这是因啊，因同为母所靠之安，万幸无天的行不用何这万教无宏化主华道行天将这所信啊，我都心花求得，也升天，
伊诶寿命长，福无大。啊，暂时依靠得乐，欲壮不欲。乃修四禅六行之啊，先天教养，四禅，五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是啊，是盖天。啊，婆罗门搁得爱修四丁，你思想过关，如是盖天。福报搁较大，寿命搁较长，但是起来拢总拢嘛无离开六道轮回。六行。这是六军，那你比些心意，你六军境界里面随顺正法，远离恶法，这个人天前途。这样呢，也不还中盖。曼德鲁，第三，大圆满金刚波之众，这是密宗师母，大众曼德鲁，第三，大圆满金刚波之大众。这都嘛无离开六道轮回，下面呢，你第四以下一个出世间，头前讲的这三种是世间法，第三种是世间聪明在地的人，第二种是世间普通人，第一种是世间有智的人。分清啊，相差。咱来看第四，唯闻无我心，入破关门。所以初的自心，这个人为时事，哎呀，对时事这个大代志，伊也真恐怖。希望会当去一个所在，不生不死，无时事，也厌苦。愿寂灭后涅槃者，涅槃是古印度所有宗教共建立一个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。只要因的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，将来拢会当证到不生不灭，也叫做涅槃。观世地之理，这些用佛教来讲，佛教是讲三世因果。
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。那个初学的人讲，何止灭道？我呢，完全讲现实生活环境，即生活苦，有生老病死，有求不得，有爱别离，有万种悔，有五阴炽盛，有八种苦。那三界痛苦，六界三苦八苦，这个八苦就是三苦里面的苦苦当中有。那色界天，一个欲控制了，欲就欲望。在欲望放下，人无欲望，你八种苦就无了。啊，修定，这就是愿即灭，以加以清净无为。管理文章，你啊，深山里面修行，有几灭药，你啊，色界天呢，虽然是欲界八种苦无了，但是有外苦啊。有行苦，还是什么？也时间也够了，员工也失去，员工也无失，也唔知苦。员工失去，伊就感觉苦。为什么？员工失去，寿命够了，世界天灵。大家伫个定功啊，伫个时期啊，进前下七天，有哪像咧破病同款，为身躯袂爽快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一天一命就终了。平常伊是袂破病，一天拢嘛袂破病，一生只有。一个临终的这六七天，有病苦，也叫做怀苦。如色界天，这个最悬。如色界天的人都唔免身体了，一落身太麻烦。啊，四空天有四障。啊，那该称为灵界，迄地拢嘛是灵魂，免身体。那因知影讲身体真麻烦，身体在拖推。中国的老子啊，就讲过一句话：我有大患，为我忧心。如果我最大忧患是什么？有只身体，啊，那无身体偌好。无色界天灵就是没身体，最高的境界了。也有苦无？有辛苦，辛苦是什么意思？伊袂当永远保持，也是有寿命。回向回回向数天，寿命是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真长哦，但是有到时阵。啊，到的时阵也阁是无办法啦，也对咯。所以爬较悬，摔较重。
实实在在啊，伊都毋知讲伊是伫即个四空天，伊认为讲四空天就是佛说的般涅槃，无非咯。涅槃是不生不灭，那四空天也过是有生有灭。你定功修行功，你就进入；如果若失去，你也过，也是伫即个六道内底去投胎。大概是因对自相自空挂落来，拢是落伫诶地界。什么原因？诽谤三宝啊！人类讲佛欺骗你，佛讲有涅槃，你看。我进了涅槃，进了涅槃，也够有生死，这佛做假啊！谤佛、谤法、谤经的罪，啊，就是无间地狱咯。所以这天人到最后，多半拢是落地无间地狱来对，对最高点跋到上低点。我那无错啦，因家己误会咯。这三世是有法体，拥有啊，呀，即表记起现在啊，未来也是真有，毋知拢是假。我最经常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无常是真实的。阿妈接着发体朋友，那是错误。别为我空假，即行文行即佛法呀。如交行20波，故下精进十一呀。这消行，消行确确实实。现世烦恼断去了，我执伊啊断去了，法执也搁存在，为阿罗汉，我执断去，我执的习气也搁伫咧，意思搁较比就一层楼。那就是讲第五，有个背上一层楼，建设湿气嘛，登去了。头前啊，这是阿罗汉的境界。第五呢？我业吧，因中心，这比较头前个进一步咯。诸如何世界，无佛的时代，就无言定业，见为化六业，观十二因缘之法者，即烦恼所作之因罪不。以积蓄气以分灾者，严格行事，严格行，以行人管，行文也是已经断见思烦恼，无断习气，严格是甲见思烦恼的习气嘛断去了。新闻加演讲呢，有出现伫个
有福出世时阵，有经文证阿罗汉故，严格的证，这些福故叫做严格。那是讲处如佛的世界，严格的称作独觉。那阿罗汉。嘛，会当伫个无佛出现的时代，已经阿罗汉果。那经教内底也讲真多啦。那初果呢，已经就是有佛出世。而且佛的是修行教理来修行的，跟三界或者是八品殿学正殊多烦故，你就为本体，虽然是无离开六道轮回，伊袂替罪还夫，伊是圣人。修行诶，修行初果，你看诶，修行伫六道内底伊啊，决定袂去对三恶道，也袂去变作阿修罗。人诶，想要若到会升天。人生寿命到过来人间，人间寿命到过升天，人生人间七处往返，伊啊都证阿罗汉果。今生来，伊第四禅，伊就超越咯，来观念阿罗汉。人生第一顿呢，伊来通过四空天，就是讲来通过无色界，结果啊，就出去啊。但是呢，绝对袂讲去到第八世，袂，这世伊就成就咯。离开六道轮回，到四性法界。阿罗汉生伫个四性声闻界，不知佛咧就是因果，是在四性法界内面，不知佛啊因果，嘛是称独觉。无付出世时阵，伊叫独觉；无向上提升，伊那是等人渣烦恼。人渣烦恼那等严格提升做菩萨了。以菩萨这个地位上，伊啊，等金沙烦恼的啊习气，金沙习气呐断落，伊就是十方界佛，十方界里面最高的地位。伊修什么？伊爱断无明烦恼。那无明烦恼那等，是法界就无了。以前法界现前，就是讲伊也生到十波庄严土。那十波庄严土内面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
因住伫遐咧修行，伊修啥物？当无始无明诶时期，无始无明时期来当真，伊就成佛。那这个幸福是真的，不是讲这个十法界佛，十法界佛天台大师妙觉佛里面讲，伊是上师即佛，上师都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伊还佫用阿赖耶，用阿赖耶用个上好，啊，佛的这个教诲完全相应。这就是十法界内底最高的佛果。啊，伊若是当伫这个时阵破一品啊无明呢啊，那就是转世天地，十法界就无了。所以十法界是假啊，唔是真呢。啊，十法界是安怎现呢？有明烦恼现呢，啊，了都是安怎现呢？是见思烦恼现呢？见思烦恼哪登了都就无了，无明烦恼哪登十法界都无去了，所以这个梦赶快给惊醒了。这个时阵啊，你所看到呀，惊醒来是。一个一真法界，就是啊，诸佛如来的十不妥。啊，伫诸佛如来不妥内面，就是一段无始无明的时期。啊，咱就知影讲十不妥是。安怎形成的呢？无始无明时期变的，无始无明的时期，那灯是报告无。金刚经上啊所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是报告例外，我甲诸位讲的，这也是华严经上讲的。那密教内面这个十种心，啊，华严所讲的大概是拢相款的。你看伊的这第五，我业因种心吗？相当有，华严经上讲的严格。内亲呢？觉心不生心，中间心之阿赖耶缘起，阿赖耶色中所种之种子，无缘是其现行。进一步，你有心境无空之境，但我心生之不生不灭，说三论中所谓不不中道。以性论所说东极，以性论甲中观论所讲的是这款境界，诸文殊菩萨之内境。以上这两种心呢，就是三性教。下面的这三种心是一性教啊。这是个华严佛法佛相啊，这是显教，远比一个对比。那第八，一道无为心，啊，一显教一共三种。那显教讲的是无共。有明如是一道心，
不是地主心，也正我空性无性心。我法经所讲的，以心即境，为无相，为究义。在《礼经》为为如是地主心，或有天台宗、观音菩萨之类经。也真正知影咯，因为咱对比如来面去看电视，这样该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。因跟无甲电视内面的声的关系，清清楚楚。真不爱梦，梦不爱真，真梦一如。啊，真梦两边啊，拢未接着，两边拢放下。伊伫即个境界内底，得到清净心，得到平等心，而且觉悟。啊，本经经题顶面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伊伫即个边无边道内底完全成就，啊，这就是认识境界的一个缩影。啊，对这个境界一个扩大，就是现实的境界。认识境界，可能啊，今仔日伫咧面对着屏幕是同一个道理。啊，真实的利益是啥物呢？真实利益就是心内一点不染。慢见现，你闻声，你嗅香，色香味，六根对六尘，清清楚楚，这叫做智慧呀。如如不动，这叫大定，这叫真心。这不是凡夫境界，不是理性境界，嘛不是三性境界，你拢做未到。啊，咱今仔日是啊，一门清入，即个历史因果拢从清楚，不过是无成就。也什么原因？人家叫做解悟，境界成就咯，欠什么？欠行。行是什么？就是修行啊。修什么行？按照修法就是放下。但今仔日无放下，怎样？真清楚怎样？就是讲无放下。下面欠的就是一句话啊，啊，放下啊，就是放下执着就未执着。你就是阿罗汉，放下分别啊！你就是菩萨，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是佛陀咯。那我一句话讲，放下执着清净心啊，变净。这不是解啦，是净啊！放下分别，平等心现前，你是菩萨。
放下起心动念，你也代替代我，人心见性，你降落。因对上这五字是三个不同的境界，清净心是阿罗汉，清净心是菩萨，觉是佛陀。啊，经题顶面有这五字，说明这部经。正阿罗汉，伊的方法啦、啊、境界，拢伫这经顶面。那成菩萨嘛，伫这个经顶面。代替代我明心见性成佛，也是伫这个经的顶面。这部经不可思议呀、啊！你教你也无自信心，有浅浅的两种的解释。浅些者，华严法界诸法皆真如实相，真如无自性，随便不修自性。眼睛金梦高切，世事无碍，顶顶如金之意的浅算，浅算呢是由弥罗迦那之高觉离诸无自性，华严之法门东极啊，以为普贤菩萨之内境，以上高心。即为显教之量，阿弥宗认为显教只讲到即地，阿极无自信心，心说甲密法都拢讲咯，伊要后立一个秘密庄严心。第一米吃金刚波啊，啊，太上波，啊，这两波，啊，大，啊，大就是，你最喜欢风，雪啊，这个六大，仍然经常是讲七大，你最喜欢风见雪。三密心口意，和尚我地定之无尽法门，一别庄严，应加十地也不能见闻。以法门之德为之庄严，即真言宗教之心地也。究竟故地不离法门，大力如来，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弥罗迦那。这个后面要过一小段，此实诸心有行思利者，行实诸心者有一实诸心，又有实诸心。啊，为就是啊，微曲说明，就是详细说明，以实自论，言
啊，习主席是台语中的习主席。书习主席就是金光界习主席。来根本立即出啊，唯唯不离啊，即啊，习主席。也是伫咧二草内面，我二草伫叠二十卷，有详细说明。啊，咱读到这所在，顺刷个一段，念一下就好咯。咱过来看，两个人注解，自心来比较所破之，是十自心来究竟佛果，是十一地如来之所证，而令究竟会有众生真实之理，也是讲阿弥陀佛之所证。阿弥陀佛是所证，是究竟不故。伊阿弥总内面讲，第十一地如来所证，所以阿弥陀佛有这能力，会当啊究竟，究竟就是圆满，圆满的啊，为有众生，和众生真实的利益。世界古愿，这愿那是讲无求的啊，求之得愿啊，求之得供啊，愿是供。弥陀菩萨中，善根恶者。困难低见，啊，善根差一点啊，本来也都真恶去知影，真恶去明了，是阿弥陀追逐，来愿加批设令了之啊。本性乱的，伊嘛是会知影，伊啊嘛明了。啊，这内面嘛，甲咱透一个消息，咱若想要证到如何，究竟的智慧的灵，来去叫世界。以桃红世界，就是讲，原来永昌之林，马金乌，红大。究竟的不过智慧的上太难了。西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真容易，你伫宇宙内面，你就会看到，你就会开悟。哪讲是头前所讲的？迄三种忍，那三种忍是三种大定，是被菩萨所证着。啊，真正是经典内面所讲，铁法的源，一切法的根源。你无唔知影，
啊，毋是对外面学，完全对内静。一个大生爱相信，若有时好怀疑，咱的自性，甲诸佛的自性是共一个性。甲大日如来嘛是共一个性，这个密宗。甲毗卢遮那是共一个性，是显宗。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，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一二三三二一，为什么一变这三？我被做一呢？众生根性无同啊，有显教的根性，有密教的根性，有有上上根的根性，有上中下的根性，无同。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为着要接引我们无同根性的众生。那是讲依照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法门就是进入一个门。这是真正究竟的大圆满，这个未当讲唔知影。啊，修其他法门是无办法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这个法门得到阿弥陀四十八愿为神的加持，所以啊，心灵了知。啊，见思就了知，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愿。四贤菩萨愿，第四十一愿，若见诸佛净土庄严。设有宝树干见，犹如明镜，不其面相。若不逆者，不出正觉。第四十一愿，诸贤菩萨，今出愿文。诸贤菩萨同有愿经第四宝树观，观无量寿佛经，这是净土三宝之一，净土三经。无量寿经是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对对未来，安怎的这个世界呢？啊，阿弥陀佛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啊，这个世界是安怎修行？你为什么修？全部拢嘛讲清楚，成就了还有起一寡什么作用？啊，真正，所有一切无共根性的众生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拢嘛是。啊，平等正着，这是个是方一切诸佛刹土无共的所在。
如果世界无常未平等，啊，佛教众生平等，教化平等，啊，虽然在阿弥陀的讲堂。讲堂内面的人无量无边，无数从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拢伫这个讲堂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感觉阿弥陀在我面前教我，人人拢这个感觉，无讲佛在真远，有人坐较近啦、啊。有人坐较远，不是安尼，这是不可思议的神变。每一个人感觉到，伏在我面前，不是专门教我一个人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同时呢，家己会当化身。千百亿的化身到十方世界，去降佛、去闻法、去度众生，无妨碍。阿弥陀心在弥陀面前无离开，啊，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了。这拢嘛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呀、啊。你叫做世界，同居土屋，方便土屋，南方世界，方便土母，同居土骨开始母，啊，叫做世界尊贵啊，啊，实在讲呢，就是尊贵地的反省。同居土，会当享受十宝土，那心菩萨的智慧力上，而且就是生到极乐世界都得到。咱生到花中世界也得不到，为何圆满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从基础也就得到了。啊，真正是无得比的啊！啊，咱有佛主净土，就是爱以阿弥陀佛来做供养。阿弥陀的心平等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无起心，无动念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咱是做未到。为什么太迷失了？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的频率，咱看无，那么想无，若根根本都言未着，那就放下，就卖讲了。咱讲分别执着，这个上较粗。咱来若根伫六尘的境界内底，连什么连不分别。不执着，也确确实实无分别执着的心，若根起作用，智慧就现前。相当是什么款人的智慧？圆教菩萨，自然成就。
啊，这就是无该辩才。教化众生，不是定义。你本来教化众生，家己定都无。教化众生，也是伫大定之中。你管啊，哎，伫诶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，穿衫、食饭。哎，人家不拢嘛，在定中哦。若君啊，对若平平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这个智慧。啊，伊同时啊，如如不动，起心动念是起心动念有不分别、不执着咯，是定中。因非定用啊，定合定中无非，非中无定，心不散乱。啊，逐工读经，我哋就伫即地。大家分享也嘛是伫即个，啊，每天这里不下，那就是大家伫咧提升家己，啊，有缘的同学。啊，开电视，啊，开电脑，同时来分享，大家做会提升，这个好啊！啊，那我的这世间无意义。有记得啦，无别记啊。那秋天不差，环境内底图书馆的经文，下面有记录啊几句：处处不求，生处妙化。永生之主，无待功名，化生动化，无量不改，十不改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，十方佛国也无永现。这个不像像咱这个世间的电视台同款，传播信息，何谓的信息呢？是奉一切诸佛刹土的信息，你这个手内底拢会看到。啊，到极乐世界。想要看地球上的信息，咱对地球上去的，对地球真关心。日报潮的来底啊，全部拢看到，每一张潮的来底拢会看到。潮啊！奉公，本来面无动犯不改，
啊，不甘内面有现象，希望一切诸佛刹土，同在其中。如是，我是理想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在事上拢总看到。伊个佛是心，佛是觉理不迷，你拢看清楚，拢嘛明白咯。啊，咱来想着讲，伫即种个情形下面呢，有姐姐，你哭啊！这星球顶有灾难，佛菩萨敢未讲伸出援手呢？肯定亲像观世音菩萨同款，按道手道。只有看到立刻就帮助，爱帮助伊化解啊！所以这个地区作恶的人虽然够罪，也有真少数的善心人士，因缘而修仙，因而得到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。灾难呢，都会啊减轻，都会啊化解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呀。下面呢，环境主观，这是修行菩萨愿的成就，得到各种不思无量，一一求根化现不改无量，一一不改中现十方佛国。爱会记哩哦，在信教内底甲咱讲，一即是道，道即是一，一道不离。每一张树仔的内底，拢会去看到十方世界。像咱现在咧用电视同款，所收的频道是同款，无论伫倒只画面顶面咧，拢总会看到。所以，伫那个树仔无量无边，每张树仔内底拢会看到。所看到的宁静清晰，如同明镜，看来不是模糊，真清楚。那见他方佛国明了清澈，那像那个酒店同款。何时啊？如对明镜，自观本明，
真正亲像咱伫咧酒店同款，啊，甲清清楚楚，分现的叫落骨土，啊，掠一切不差，上力上捷，不可思议。另外，真的是华严是无碍的境界。华严经是无碍境界，是伫个华藏世界内底才有。啊，伫极乐世界的这种境界，极乐世界同地土有，方便土有，这就不可思议咯。这个上有，现在人咧讲的这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树啊，没任何的这些的仪器设备不需要，自自然然成就，这用力袂。无办法让人相信，真正是真恶相信。那为什么会大乘经上佛常常咧讲的这个道理？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呀。咱每一个人拢心想，确实，这个心想拢总起作用。地球世界起作用是圆满的，咱的心想地球世界起未起作用啊，赶快起作用。咱若有真多负面的、阻碍。恶业念头，这些错误到极乐世界拢总会记录。极乐世界人知影无？拢知影。无亲像咱咧看电视，看到某一个所在，这些景观啊，毋是咱即地。那对咱即地有影响无？我就看那念头咯。那若接收是有影响，那若无接收就无影响。你一般人咧讲，咱若家己藏咧心内，对咱就会起影响；那若无家己藏咧心内，对咱就袂起影响。确实是安尼是，毋是讲无。啊，那念这些佛号，这是最简单的呢。念佛的人听到，伊也放在心内，有影响。无念佛的人，拜天佛教的人，听到这个佛号，无厌烦，伊未放在心内，伊就无影响。其实也是有影响。伊反对，伊也讨厌，伊嘛接受，伊接受就是负面影响。咱若接受是正面影响，伊迄个影响将来啊变作什么？变作罪业，变作三恶道的恶报啊！啊，咱这个影响呢，就变作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恶报是无共啊！这拢嘛是真的，唔是？对啊，拢是自实真相，华严经上讲得透彻啦。
所以咱啊起心动念爱清净正念，爱善念，毋通有恶念。若有负面物件，这个也真重要啊。有负面的啊，咱即地也无影响，他方世界有影响，是毋是？我别个国土内面有影响，就是讲未当毋知。好，今仔日咱就学到即地。